无踪。那个 Ken 要再走一下刚刚那个面两竖盘两横盘的这个位置，退回来一下。哦，是玫瑰，对，还有玫瑰，符合你那个，对，它后面也看不见。徐佳琪的玫瑰人生，对的。每天都飞到你眉心，美晕了，被晕快乐着。明天要保持这个状态，明天一定要保持平和的状态，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快乐的结束。期待舞台吧。身材很好哦。Hello everyone, this is Kiki. Yeah, 南京 I'm coming. 你在南京为什么要说英语？南京话怎么说？说什么天津话？这一套还是需要来一个的，这样又好看，然后呢，我又不喜欢，就平衡，就戴两个指头，耶、yeah。
不做作，你这是真情流露啊，徐佳琪，再看自己的 reaction， 哭了，落泪了，还不让我拍，必须拍下来。救命了，这个人呆滞了，真的，那一刻我感觉真的是说，这个世界跟我是分开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就感觉两个世界。Yes, so cool， 是我们找到彼此的暗号。Yes, so cool， 是你让星光在我指尖舞蹈。从那天初次遇见，到后来青春每一页，写下在故事中那张书签。当时光将我照亮。证明我并不渺小，相信你会消散于我这段念想。Baby, I promise you, baby, I promise you， 我们未来多遥远，一起到达。点赞徐佳琪工作室。最后戴头纱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一个仪式感的饰品。嗯，色鱼，色鱼你是怎么了？嗓子不行，一二三，嗓子哑了。哎妈呀，我们是整代破损版。你那个切 poppy 怎么唱啊？嗯，叫姐姐怎么唱啊 ？Turn that pop that。Turn that pop that。再哑一点。老师，这个回复。背光。来，那我们舞台上的各位老师，咱们试一首凌晨一点半，是你们的首麦。
教室，我们在酒店租了个地儿。Town, town, I should be on the ground. 当四面楚歌，米恩麦克封了整条巷。Town, town, 地表变得 town, 从来胆大妄为就是我最真的样。Town, town, we should be on the ground.我现在跳完了回来了，然后我不知道我烧到多少度，但是现在九点多，然后哎呀天呀，现在九点多，然后看我的眼睛，我明天6:50出工，先到这儿了，拜拜各位朋友们。今天本来要练舞的，一直在发烧，一定要注意身体啊各位。Just like a tom-tom, you get nothing from me. 我的游戏不放弃，不放手，也不在意。Yeah.
都该自由。对对，我们有一个这个完了，有一个掏手的，我们先。啊，每个市民都该自由。对。对快递吧，这玩意儿能上高铁。
美了，太美了！哎呀，这能不能给我带到现场？能。你想没问题，只要你想，对，里面全部给你办到。你的耳麦我请你换到右边。好，谢谢。大家都是从 A 出场啊，从 A 出去记一下。这边的。
别放电视，小点啊！就这点啊！没有，其他还有没有？你要好吗？是有点，但是我觉得得把它包开，就是这块都包住才是漂亮的，就不能对，就不能只弄一块，就是这块没问题，这个前面在这儿，但后面得包住。哇，这么往下贴是不是也挺好看的？其实也可以，但你也可以平着也是 OK。我觉得这样往下贴好看，就顺着这个弧度贴。裤子特别像牛仔战士啊，是吧？对。但主要就是你衣服的话，如果它是敞开一点，那贴到多长？不用，就贴下面这一块。就贴下面这一截。怎么也歪歪的感觉？我还挺喜欢这个的。你给我贴一排钻吧。也可以。连到那个嘴上，对吧？可以。就简单的多。已经放弃。这个线这样贴好看吗？怎么看着不好看呢？但昨天的可好看，这边平一点。那平着贴吧。腰的宽啊，腰今天还可以，今天没怎么太站。敞开和时间 ，attention。再听听你们的，完了，你我一刷睫毛膏，不小心刷到眼皮子上了。张涛，你这要气死了！我真的气死了！我天哪，我第一次见到 girls 这样子了。第一次 girls 这
人生第一次喝到醉，气死了，气死了，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子，不是很少，是从来没见到过，第一次，乐死我了，我也快乐死了。哎，我这正好有记录。我要是听话，那不就不是我了，笑死。哎，你不觉得今天就没有昨天的那种紧迫感，就好舒服呀？我感觉挺紧迫的。我真的急死了。这还没干活呢，这还是干活。只有你觉得不紧迫。我今天完全不紧迫。哎，你是不是上台有两块衣服没开？慢慢来，人都是要慢慢来才能成功。一步一个脚印。对。这样不行，不行，有点漏是吧？对，不行还是。那我不知道他这是测试的时候会不会安哪个状态了？他们声音是有毛病。还有什么？哦，好好看。美瞳环在你家吗？好好看。那我不还好看。他头发啊。不错，别要手，真不错，有。还有他们吗？一开始没有办这个毕业的时候，你就觉得，哎呀，就是说解散了，到期了，觉得，哎，我毕业没办呢，是解散，是到期，就没关系，大家就还是怎么样。但是你知道，今天是就这一个结束之后，你就会觉得，啊，真没了的那种结束。Down bomb, down down bomb, down down bomb, down down bomb。谁的造型，谁的年轻，是闭目观机，只想大肆咧咧，语气顺便扔垃圾。Right now，别对我指手画脚。Shut up，写好自己的糟糕。Watch out。嗨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一个天气非常好的一天，然后我要去补染我的头发。很多人一直我最近发的东西，他们就说你什么时候去补染发，跟什么时候补染发，这跟你知道吗？我一定要拖到最后几天，因为我的头发真的长得很快。我也知道我自己的发根就是这样会长出来，我自己很难受，你知道吗？只能这几天去补染，然后也换一个颜色。猜一下我会换什么颜色？一会儿见，给你们全记录。今天天气好好，未来天气好就很开心。
由于糊涂的我的疏忽，接下来是解说模式了，开始漫长的变美过程了。必须要吃好吃的，香香香！别对我耍花俏，说自己多糟糕。屏幕后面开始补发根了，边染头发边做美甲，真的很幸福。精致到眉毛也不能落下，为了配合舞台染的这个颜色，展示，再次展示，是阳光快乐的小女孩一枚呀，真的很拼。再次展示，小姐姐在听我的歌，真的很可爱。终于快结束了，开始化妆。潦草的画眉技术，咋又掉了？笑得很开心。展示美貌环节，历经十个小时，终于完成了变美大业。宝宝们，我们演唱会见。转过去看见刘老师泪崩，实在是那个情绪一下被带上来，然后他下台说感觉青春结束了。你知道吗，那个青春当然不是指我们个人青春，是指我们这个合体的青春。以前这个演唱会没开成的时候，总觉得然后没结束，不管大家在群里聊天啊，或者是有些时候见面啊，总觉得没结束。但这个演唱会刚唱完最后一首歌 Promise，唱完那刻才觉得以后再要合体的话，那比较难了。希望我们所有人，那下来就想不下来了。谢谢陪伴我的八个小时，我们的。
先下车了，先干了这杯。